是亚洲大学的学生。亚洲大学最有名的不外乎就是那个图书馆，罗马式的建筑，然后那个图书馆时常就是会有很多人来拍婚纱。我们在学校就是觉得最印象深刻就是图书馆前面的那个罗丹的《沉思者》，那个是法国罗丹的第十八座的真迹，配合图书馆的那种沉思文书诗文的气息，非常棒的地方，可以让人悠闲的在那边。我们常常也会坐在这个现在我们大家坐的草皮是三本书草皮，那边我们这草皮中间有一个三本书的雕像，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就是乘凉，或者是大家在这边聊天，然后假日的时候时常也会有很多就是家庭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这边玩或者是遛狗。欢迎大家一起来亚洲大学，耶！哎，太弱了啊，怎么都只有我喊？